大家好，我是大林。俺这一堆是洛城野子，然后那边洛城秧子已经给打碎了，俺想把它抓进来，等会儿让喂羊。你这个高级、啊，这是拆了节日的，你那里外面有个缝子呢。他要拆、啊，他过来。哦，来，你听，拆吧。好了，拆节日了，出来吧。啊，别包你了，走吧。看看俺今年拉了多少箱子，大致么一大堆。这喂羊的草都给抓起来了，这到喂羊的时间了，羊都慢慢的叫，我就去帮俺爸喂羊去。来呀，吃饭啦！呀，你看这边羊现在长的，把那羊现在长多重了？还有快快我要60斤了，再长个80-90斤，我都赶紧卖了。不过这羊原来卖了几只，没有原来的羊皮没有多了。这也是山那个小山羊，咱家那个黑羊它肥那个小羊羔。这边一片都是肥羊。你看那个羊，你看那一个。现在长大，越长大越看着又像个驴，从小看着像个驴，这更像了，就这样。这都俺经常抓那个路上的那个叶子，就是碎的，先给羊上去，看好了。你先筛一下子，就让它默默筛掉嘛。反正前两天就那个俺奶奶他那叫俺那叫姑奶奶人吧，他说他结婚的那小孩拿了梨了，碎了梨了，他是不是忘了捋起来？等他来清，等他来清也没来清。我昨天他才发现，我娶个媳妇还不是拼命花好些钱，得20多吧？花我那时候花多少钱呢？几千块钱。这个媳妇真不赖，他能干个孝顺，他们花几个钱那时候娶个媳妇，好像10000块钱都不到，你搁那时候不都是不像现在，他都开始那么大，那时候可能不便宜，能干，能孝顺。要夸我都不好意思说了。来吧，我弄。给羊上上草去。好了，这边视频到这里了，这羊来，看看就喂好了，拜拜。